是可可酒精啦。玩刮刮乐要中奖，必须注意三件事情：一、保持心情愉快，并且坚信自己一定会中；二、选择明亮的店面，并且穿着鲜艳，财神才看得见；三、单独一张必须买，幸运数字不要错过。喷钱实测，中奖秘诀，买法更幸运。Let's go！大家好，我们过年又要来测试自己的实力了，没有错，先天坚强到不行。首先，我们真的是很努力找到这家又明亮的店，最重要的是老板娘态度超好。你知道老板娘只要态度好，稳重了，稳重了没有？财神都看到我，而且整间店只有我那么显眼，一定就是我了。好，我们刚穿的好像背景色，黄色的，我就是。财神员要附身的那个附体，知道吗？谢谢。今天呢，买了200、300、500，还有1000跟2000。好，那我们200呢，就挑了5号跟10号。5号跟10号，没有错。金钻宝盒，来，以及这个22号。为什么要选这个呢？因为我刚才是不是有说剩一张就要买那个单一张？它这里就只有它是唯一剩下的，就要买。虽然说它是22，但它孤零零的躺在那。孤零零就是你的，属于你的。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300，我们选了幸运的10号。500，10号。而且五个财神笑得很欢乐。这次我们都是选5号跟10号，因为这个数字非常容易中。我们大家来看多容易。好，那1000的话呢，我们有选了5号。我有发现啊，5号最容易被买光。因为很容易中吧。对，5号真的特别容易被买光，所以剩下这些有买到5号，我超开心的。那我们2000呢，就是5号跟10号。那这挂出也硬是。而且这个5号啊，跟10号，你们看到它尾数都999哎，999哇。我觉得今天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了，就是此时此刻，而且我今天起来心情就神清气爽，没有错。先从200元的开始，噔噔噔噔，兔兔好不好？恭喜发财！恭喜你发财！好，200块的22号就是我们刚才剩下的唯一一张，只要有中这个红包符号，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奖金，或者是幸运号码跟那个号码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开始喽，25。32，幸运号码是这边，我们先把它刮出来。妖魂啊，这个说你，出来哦，35，没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这是200万嘛，对不对？我需要的是2000万，好，换你200块，我要玩金钻宝盒，马上中奖，错0块，别怕。要坚信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只是祭品而已。我跟你讲，运气呢是会累积的，衰运的，会抵消掉的。你越多不幸的事情，哎呦，都抵消光光了。借你吉言。对，该中了吧？我快过年前才喷了快20000块呢。OK， 我们来看你幸运数字是14跟15号，还有6号，对吗？我的幸运是15、14跟6，感觉很 OK 哦。这是几号？这是几号？14，中了，200，有，可以，这个5号可以，这里也有，这个是，哇哦，好像就200了，可以拉平，没来了，第二张就中，很幸运哎，我觉得很棒哎，强吧，换我，这个15号，噔噔，开始。200万！啊，没有，没关系，我们可能是在这边并量掉，06、05、07，我觉得要中了，567，听起来就很厉害，五六七，5、6、7、5，奈宝，为虾米？为什么？没事的，说过吗？不幸会抵消的，等一下就要累积起来了。你比较幸运哎。好，那300也交给你好了。我们300吃饺子老虎鸡。然后也是选了唯一的10号。这个三个图案就有奖金。这一张在发光。它感觉很好对中，因为它这种玩法比较简单。我说玩法太复杂的，我就觉得啊，有一样吗？你钞票好像差一个钞票哦。是宝箱 ，OK， 水果，这张有点难刮，奖一定很大。哇，这个也没有。第二个，你先刮奖金卡。500。
差一点。那个桃子长得也太像橘子了吧？1500，好，1500，1500。咦，没有，500，五百，没有，爸，1500，1500，1500，没有，没有没、嗯，不要泄气，可能在最后嘛，好运常用笔。把霉运吹一吹，500，五百没有，300，300总要有了吧？300打平没有 ？OK， 完了，我们不要把运气用在小奖上面，我们把它用在大奖上面。500，好，要抽到冰室了。300，好了，代表等一下真的要刮冰室了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好，可以。保持微笑，你就是笑容不够多，你脸是平常太臭了。我们现在要开心一点。这个呢，中奖率70%，要有了吧？要有了吧？1000元，而且它是5号，我觉得5号比较厉害。我们现在刮下来，5号是有中的哦。你把我们5路财神爷放在哪里？一直忘记我们的5路财神。没关系，我先来1000。对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该回个本了。哇，那不会掉啊？你的号码，幸运号码，来。2号跟7号，我以为是7号，它长得很像7耶。第二局3个相同的符号，没有，没关系，我们错失了10000。好，我们错失了50000。OK， 第三个西瓜 ，OK， 好，错失了10万块，哈哈哈哈哈哈。看一下，1200万嘛，对不对？1200万，幸运号码来吧，16、19、16跟19，16跟19，嗯，16跟19，有吗？还没，14、15，差一个16，啊没了，加油！3个相同金额，好久成瓮底，好久成瓮底，好，瓮底要来喽。10000000，10000000，10000000是怎么算的？再一个10000，哦，5000有2个喽，哦，变50000喽，5000出来吧，5000，没有，都差一个。好，你的号码，幸运号码，23，啊，幸运号码是29跟20，29、20。啊、我们要脚踏实地工作了。不是，你把我们的5路财神放在哪了？我们的5路财神爷，招包会没有中。跟你们说，是因为大家没有注意到5路财神爷，这个数字笑得如此开心。他数字是06080605，他数字可是11238 9。嗯，11238。我不敢相信这张是空白哎。头奖500万，我跟你讲。哦，就是他了，5路财神爷。来，你一直没有看到这个微笑的小财神爷，所以他们也看不到你。啊、你要对他们。哎、欸，这5路财神爷真的有点可爱，笑到灿烂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5路财神爷喜欢开玩笑。好，第一个玩笑话是多少？0。财神。哎、欸，我们财神就是爱开玩笑，没关系。来了来了，这里不开玩笑了。不开玩笑了。哎呦。钻石5000，叫我钻石姐。你的符号是什么呢？哦、我的符号不是钻石哦，我的符号是元宝跟宝箱。没关系，我们来打开小灯笼。其实搞不好财神现在就很开心。哎呦，我们财神爷5个都爱开玩笑啊。哎、欸，一个，还有一个，24跟10嘛。妹妹，你有相信吗？你有相信你会中吗？有啊，你要坚信，我坚信啊，坚定，你的眼神要看着。我是觉得这个财神爷就像你，难怪你觉得他笑很可爱，因为你喜欢看人家不信。我很幸运吧？5路财神爷是在跟你开玩笑。哦，没关系，最后一个，我刮10号，前面呢都可以是不幸的累积，我们就把手。你这一叠多少啊？6400，6400，我们要教人家秘诀，我们到现在只刮中200。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来了，冲啊！游戏二，刮出3个相同奖金。好，10万我也 OK。100万，好，我也 OK。200、1000，这数字也太分散了吧？好吧，给我个200好了。
有吗？没有 ，OK， 连200都没有。好，冰室就好，好不好？来，冰室 ，OK， 零没关系。刮出金额集中，200万。哦，哦，200块了。我小火，来有了，他应该不会只有200块吧？哦，哦，游戏五，刮出两个相同金额级的。又200块，哎呦哎呦，这张要中哦！我就说嘛，我就说这个运气，10号 ，OK OK。好，你的元宝跟对手元宝，你比他大就有奖。我先看奖金，第一个200，赢了，41，赢了，我赢了，4139有了。第二个，这里有一个200，我目前600了，18跟24，可以稳中50000。18、24，有18，200，哦，2个18，1000了，那这边再给我中个1000，啊，加油！你的号码5号，哦，我这里又有哎，哎呦，你这一张又有了又有了，这张很多哦，哦，又有了，12，5号。酸了，我有1个、2个、3、4、5，1000、2000，哇！然后加最后一个游戏6，车子，对，游戏6是零，2000。你们知道我过去2000元，我只会中零元。他之前6000还8000一张都没中，我中零元，我只剩下有回本的2000。好，换你。好，接下来妹妹的5号。你要先从哪个？随刮随中吗？我喜欢从头。1234。好，我们来看你的号码。先把漂亮的 QR code 刮出来。8号，哇，这个哇，8跟15。可以吗？哎，哎呦，有哎，200哦，有哎，有哎，好棒哎！大家回避一下哈，我等一下要开冰室回家。好，我们的游戏二，三个金额。游戏有3个金额，哇，好了，5000我也可以的。哦，看得出来大小差有点多。这个零哦，差一个我就开心极了。嗯，冰室，哦，200哦，都有200，不无小补。哎，你有一直中哎，因为我觉得玩起来蛮过瘾。游戏四，哎呦，大家回避一下哦。怕等一下就要领车，是不是？该考驾照了。啊啊！大家回避一下，回避一下这个笑话。游戏五，积德。哦，啊，两个一样数字才对，两个一样。游戏六 ，OK 啊，你一定会 PK 赢的。200啊，这个第一局稳赢了。乖，4137，果然有啊，这个稳赢了，200万这样子，输啊，差一个是差一个你就变富翁了，来了，有44跟48，好，幸运号码，哦有22，哦有23，还算中1000。1000吗？还是很棒了，有1000了啦。谢谢。很棒，好。所以我们总共中的金额是3200。有啦，一半几率，其实还是蛮高的哎。很厉害哎，我以前有0%的经验。有啊，你买8000一张都没中啊。对，那个我觉得这次2000蛮有感的。大家过年可以换一台车。而且你看哦，我们2000的中奖率其实是75%，虽然你算是小亏，可是你有1000，我们其实是75%。但是如果你不论金额，我们2张其实已经100%了。所以我自己蛮推荐的话是2000。这次的秘诀是买2000。嗯，然后以及我们的幸运数字。好，也祝福大家中奖。或者大家有什么厉害的数字是你必中号码，可以留言告诉我哦。虽然选择不选喜欢，今天小伙伴大家也要记得订阅和订阅收藏，分享，那也就打开江心票的台位。哔哔，祝你中大奖，恭喜发财！粉丝不可收取，关注就给我赞，就放我们下次见了，拜。你叫我忘岛大富贵狗，零来200，2个1000，2个10万，13，200，给我200，好。游戏六，1000跟10万，零一，哎呦，来了，200，
四八四四有油，两百四五四七啊没有，幸运号码一千对不对？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哟。好，虽然我们当天没有中奖，可是比尔隔天用同样的方法，你告诉大家你选了几号？十号。最后得了多少钱？炸板哥了！中大奖，祝你们好运！谢谢大家。